好，我是祖航。今天是北京，不对，现在是北京时间。哎，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。现在呢，我拍这个视频主要是为了教大家如何干饭。啊，首先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盒外卖，一盒牛肉，一盒水果捞，还有一盒饭。那么我们先睿智的往里面啊，先倒上一点饭，很简单啊。然后呢，牛肉还有汤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最近感觉一些比较困扰的事情，就比如学校教的有点快，我的节奏呢跟的不是太上，再加上公司这边的感觉有点平衡不过来，所以说最近晚上好有点睡不着。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推荐一下10:20过后能够快速入睡的方法？比如说牛奶我已经试过。那个到底是啥呢？有多粉？面积有好大？给我，回公司给我。给我，一定要给我哈！我累了，我选择回灭。今天我是 faker， 我要找人 battle 赢了可以得钱，可以养活自己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名 rapper， 现在我向他发出挑战，我不 faker 挑战，赚牛皮 ，you first， 你先来 ，you first， 重新转 ，you first。不够也那个，不够。哎呀，我是 faker 了，我没钱。你说了你100万，我没钱养活我了，我是 faker。